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我们小朋友，今天是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今天呢是继续想跟我们小朋友介绍一个来自于我们的魔币游戏当中的一个骑士系列，它是我们的狮子骑士国王的一个巡逻队，适合于我们4岁到10岁的一个小朋友。我们的货号呢是我们的6006，里面是有29个小部件，有我们3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国王那个巡逻骑士，非常的帅气，然后有一个骑士呢，还有他的一个大匹的一个大的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大鬃毛的一个马。我们今天是先跟我们小朋友做一个开箱的一个展示，下期呢会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组装的一个展示，希望小朋友能够喜欢我们这个骑士这个系列。我觉得他这个骑士的系列呢能够做出非常多的好玩的这种小的一个玩具，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别忘了给我们一个订阅，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周最新推出来的视频你都能有一个及时的消息的提醒和推送，然后就能够非常方便于看到我们最新推出来的视频，可以跟我们呢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参加我们的游戏，赢取奖品等等。这里是我们第一个的玩具包，这边有我们一匹小马，前面还有它的一个说明书，这就是我们整个套装当中的一些所有的一个小玩具，是来自我们这个骑士系列的一个狮子骑士，或者是叫国王巡逻队。想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我频道，在视频下方呢可以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意见建议，还有大家的一些愿望等等。好啦，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下期再见喽，拜拜。